大家晚安，今天是星期四，是我们家的 Treasure Day 挖宝的日子。我们原本规划这一天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如何传承我们的宝藏给孩子。我们的宝藏主要就是戏剧的 DNA， 那也已经把一些跟孩子互动的过程记录下来，预计要当作今天的影片。重点来了，这影片现在还没有剪，噔噔，所以我本身觉得有点懊恼，也觉得非常的抱歉。但是我刚刚回到家私下数算力的时候，发现今天的这一页蛮鼓励我的。别灰心，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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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好，黑色幽默啊，鼓励我主要是上面的这句经文。所以我想说，就不要灰心，我们就继续的完成我们家的日更挑战。所以呢，我刚刚硬是从我手机里面翻到了两段爸爸传承戏剧 DNA 给小孩的 moment， 那都是在去年拍片的时候，我偷偷在旁边侧录的一种幕后花絮的概念。然后那支影片呢，非常的冷门，我记得观看数也很低。所以如果等一下你看了这个花絮，然后你能够正确回答出它是哪一支影片，甚至你可以找到连结，然后贴在留言处的话呢，明天晚上我们就要抽两个人送礼物，一个从 FB 抽，然后一个从 YouTube 抽，礼物是全新阿玛尼的购物袋。好，但不管你想不想要这个礼物，就是拜托你们都可以去找一下这是哪支影片，就是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嘛。因为像料理那个每日一猜画画，大家那么踊跃的留言回答，好吧，那我都这样子拍了影片，那剪了影片，就是办了抽奖，就是请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互动一下，支持一下，可以吗？拜托，那就这样咯。好，那到底是什么神秘的片段呢？请看。料理放着，放着，好。然后柜长，我要开始拍了。好嘞，等在这里。好，再一次放下来。好，边拿起来边开心哦。好，等一下再放下来。好，看那个碗，然后好想喝的感觉。哇，太辣了。啊！好，哇！可以吗？一二三，好，不要遮住脸，到这里就好了。对，好，再一次，放下来，再一次放下来。好，看我，然后要开心哦，拿起来开心，一二三，拿起来。